好，我来看一下啊，沙特阿拉伯那边那个沙漠的中心地带突然喷出水来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子啊。这个是不是水量很大？人家看来这个沙漠里出现的水，兴奋不兴奋呢？高兴不高兴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这个沙特阿拉伯那边的啊，你看喷出来这么大啊，沙特阿拉伯啊。我们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看到好多像海豹一样，海豹或者海狮一样的东西啊。哎，我们看到海狮不是有时候看到顶一个球嘛？它是往上顶呐，往上顶呐，啊，往上顶呐。我这个时候我看到了地下啊，那个膜啊，就在往上顶呐，往上顶呐。哎，我们不是前阵子在讲那个，外星飞碟在从地心来拿污水嘛？哎，就是有含有核物质的，那种水啊，那个膜在里边生长的啊，膜在里边呢。前阵子是那个膜被抽走了啊，和水一起抽走了一个。突然现在反应过来，哎，我们不能，哎，跟着那污水一起走。我们现在要守住这个阵地，如果守住这个阵地的话，那他们就说要转移阵地了啊。转移阵地了，为了不被他抽走啊，他想躲到另外一个地方去。虽然那些像海狮、海豹一样的东西啊，这个就是魔啊，样子像海狮、海豹啊，就往上顶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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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但往上，他也不知道上面是什么啊，反正就是说往上顶了啊，往上顶了。嗡一下子顶穿了一个，顶穿了一个那个水啊，就哇往上喷了，往上喷了，那个水的力量是哪里来的？那个水的力量是哪里？就膜产生力量了，膜有股力量把那个水往上送了，往上射啊，啪一下打穿了啊，打穿了，你说沙漠里边突然出现了那个水啊，大家是不是很高兴？可能很多人看了一个很高兴，我告诉你不要高兴太早，那个水是没有用的。那是污水啊，那是咸的，是地心出来的，而且含有，少量的核物质的啊，没有用的。如果它这个水遇到那个植物啊，沙漠里原来活着的植物也就死掉了啊，没有用的，那个水没有用的。原来沙漠里就莫名其妙的就形成了，一个水塘啊，面积大了以后就看起来就是一个内陆海呀啊。一个内陆海啊，一个海同其他地方不连贯的，不连贯的，然后突然就水就出来了啊，这个水的含量里面那个盐的成分很多，又不能喝，没啥用处啊，没啥用处啊，就这么一个了。我们一想是不是那个青海湖也差不多啊？莫名其妙在那个地方就形成了一个海呀、应该就是这样，类似这样形成的啊，类似这样形成的，你看。这边的每个进展我们都知道啊，因为前阵子我们讲了嘛，外星人，把那个地心打穿了以后，用分解的把那水吸出来，把那个地心里面含有核物质那个水吸出来。一开始都是膜跟着一起跑，一起被吸走了啊。后来一看那个膜就突然反应过来，我不能被它一起吸走，一起吸走了以后，我意味着我的根基地没有了，所以它就要堵起来啊，堵起来的时候就在找了个地方，又没往上打，另外一个地方打，就把那个地心。打穿了一个，然后一打把地表打穿了，地表打穿了一个，膜，把就把那个水喷出来了。现在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危险的，想到一个很危险、很危险的一件事啊。像那个像太湖啊这样的，太湖这样的这么大的什么洞庭湖啊、什么鄱阳湖啊这样大湖啊，如果不小心被那个膜一打穿了，哇，那个污水一出来的话，那个。那原来那个淡水一下子变成咸水了，一下子死翘翘了，哎呦，所以啊，这个时刻像这样的事情，赶紧告诉外星人要采取措施啊，要采取措施，不能让那个魔啊乱跑乱打。如果这样一搞的话，你如果那个他打上去，嘣一下子把长江水打穿了，一下子把黄河水打穿了，那就麻烦大了啊，整个那个长江、整个黄河都是变得咸水了啊。或者他那个膜不往上顶的时候，不往上顶的时候，没有力量来支撑这个水的话，砰一下子往下掉的话，
黄河水、长江水，叭一下子就没了，掉到地心去了。要么水没了，要么水有的话也是变成咸水了。所以啊，这个时候那个外星人呢，要紧急的行动，要把水，一定要把那个，把那个地表的那咸水啊，海洋的水啊，要填掉。刻不容缓。不然的话，这个工程慢的话啊，进行的慢的话，说不定他还没搞成之前。先被魔把地球搞得千疮百孔，把那些淡水湖全部破坏掉的话，那就麻烦大了啊，那就麻烦大了啊。所以刻不容缓啊。然后外星人要采取新的对策啊，要采取新的对策。好，我们哦，明白了啊，明白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看看这个上观的景象啊，你看那么快一点上了，然后那个大量的水就形成了，可惜这是咸水，而不是淡水啊。如果淡水的话，那就成了绿洲了；咸水的话，出来没有用啊。好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